立冬节过冬天，四月初五就是清明节。一讲到清明，想到就是制作或者是吃润饼。三十一号早起，秀水金陵社区特别举办包润饼活动，好事多做伙动手做，除了趣味好耍以外，也来分享这好吃的传统美食。估计刚一透早就准备了一大堆包润饼的食材，看长辈爱吃什么就包什么，做出家己上喜欢的润饼糕。这高丽菜可能生料啊，较透哦，较冷的，无这烧起下落吼，伊这随化去，不用太多。哦啊，这个豆干丝就是咱蛋白质的来源。哦啊，等下阁有卵丝，啊香菇这就唔免伤济。啊，你讲什么先放，什么慢放，无一定。哦，咱就看咱家己的迄落。啊，这皮咧包吼，一定爱一块先伫下啊，一块伫罐顶，一块先放，啊，一块向头前，吼、哦，安尼爱烧它，才袂等下咧卷的时阵会溜去。吼、哦，安尼咧卷的时阵，来手就甲束好我来，束好我来，吼、哦，应该啊，无拢有伫厝的咧卷啦，吼、哦，啊，才甲包我来，吼、哦，来这包我来的时阵，手就爱甲顾的，无你看这较烧就会破去。哦，所以迄个爱甲烫好冷。讲到清明节，第一个想到毋是制作，就是食润饼，因为去过几工就是清明节咯。秀水金陵社区特别举办包润饼的活动，好长辈做伙来动手做，除了趣味好耍以外，嘛来分享这好食的传统美食。我们因应这个清明节这一个节庆活动呢，那我们特别邀请我们社区的长辈跟关怀据点的长辈一起来我们社区做这个包润饼的这一个活动。那因为长辈有些在家里包的时候，他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备这么多这么丰盛的材料，那我们就邀请长辈一起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这个氛围。家己动手来搞润饼，长辈拢感觉真趣味。有的长辈也阁是第一次家己来搞润饼。啊，真趣味啊！这阮做囡仔就捌包。安尼有够好呀！咱伫厝吼，无足麻烦的，传这些料吼，足麻烦的。啊，伫遮吼有大家传便便，啊，大家做伙做吼，哦，安尼实在蛮好。我觉得我们社区很棒。小朋友安尼，自从老年大家都出去，不包了，有包真好欢喜哦。清明节吃润饼糕是传统的风俗，借着清明节社区包润饼的活动，好长辈动手享受 DIY 的趣味，也让这回来品尝这传统的美食。新中华新闻蔡天星秀水彩虹报道。